吓火了，吓火了，晒死了！哎呦，这个烤啊，好烫啊！我都感觉我这个鞋底子要是塑料的话，就得烫化了。天哪！我到了太古里，这个边上应该是大慈寺吧？啊，这是大慈寺。在大慈寺的入口，应该是要门票的。这是要门票的吗？不要。不要呀？就直接进来就行吗？啊，不要门票的，可以直接。那咋回事？你操！我很少进寺庙。你进来就闻到有香火的味道。哎呀，热呀，晒呀！震旦第一丛林呀、啊！我们往里面走看看啊！树上开这么大的花。像南瓜花似的，什么树呀？第一次见过这种树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这是云石。云石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看是开开眼界。
个茶室，在这边可以乘凉喝茶的地方，盖一碗茶。这里这么多茶馆啊，这个地方很清静，很悠闲，还没那么热。看这胳膊晒得多黑，特别是手，可胳膊是两个颜色，还有划伤的划痕。寺院的垃圾箱都有特点，我还以为是卖绿豆汤的地方，原来是垃圾箱。只有几个头的龙，看到我心惊胆战的，看得我有点害怕了，太凶了。柱子上都是龙，还有麒麟。这里就是出口了。